挺好的呀。当你懂得了体谅，你的生活再也不会有惆怅。当你明白了这道理，你心情将会更开朗，人人为我。尊敬的观众朋友大家好，我是陈素芬，欢迎收看今天的草根菩提。有一首歌是这样写的：牵我的手带你脚步，牵你的手走我的路，牵你的手不怕艰苦。这首歌是在说，不管遇到什么考验，翁仔某都会互相陪伴，共同面对。就参照我今天的主角陈素兰师姐心情。素姐跟先生结婚23年，先生真疼惜伊，厝内的代志拢会该处理好。素姐嘛感觉家己是世间上幸福的人，但是伫个2年前，先生因为开刀造成脑部缺氧，变成植物人。伊是要安怎来面对嘞？咱就赶紧来看刷落来故事。就是，大部分的时间都是去医院啊，护理之家照顾师兄，然后空档或者是实际有活动，我就会出去参加。所以，基本上其实我的时间会比，还没有退休之前会更紧迫，然后时间会觉得说不够用哎。其实对师兄刚开始发生病痛的时候，真的心里很恐慌、很恐惧，然后会觉得很不安，因为师兄他在开刀后，因为主动脉整条剥离，那医生就说他可能随时像一颗炸弹，随时会爆掉，所以我的心态里面就是会觉得他随时会离开我们。所以真的是很惊慌、很失措，然后又很不安，又觉得很无助。但是现在不会了呢，如果有的话，还是只有一点点。你阿姐早上5点多就简讯给我，5点多，她不知道是睡起来了还是。还没睡。像他从出生，然后我们就会帮他录音，录很多卷录音带，然后帮他写日记。因为爸爸发生事情以后，然后我也是会放那一些录音带给爸爸听。然后姐姐有一次听我说：“那是我吗？那是我吗？怎么可能？”柔柔豆豆他们小时候的那个生活点滴，然后我帮他录音下来，有时候就给他们放出来，也是一种回忆。其实这一种都是互相牵引、互相牵动的，那一种亲情的那一种爱，对。我到什么地方？去那个盐水环保教育站，豆子今天他愿意跟我去是第一次，我也很高兴，因为我有跟他提到说这个是爸爸的心愿，那我们一起来完成爸爸的愿哈，把这个爱再延伸，他很高兴，我觉得我也很
觉得哎，这个孩子真的长大了。之前有要他过，但是都是被他拒绝。师兄他因为妈妈中风，所以他发愿就是要如数，然后慢慢的去接触佛法，然后就去受菩萨戒。其实这个也是因为我们结婚的一个，也是一个原因，因为他孝顺，然后他斋戒很严谨。那我想说，这样的一个先生哈，嫁给他一定不会坏到哪里去，因为有佛菩萨来帮我肩负他，来照顾我们。而且我不知道分类这么多哎。哎，阿妈，我分类怎么办？这是哪一张啊？那为什么你不帮我拿？我妈，今天讨厌，我会忘记，我不知道走到哪里去了。我不得错呀。算了，我大概有个印象。真的不能用错哦，我们真的不能用错。对嘛？你不要跟我讲话。对，你别跟我讲话。我是跟你。五、四、啊？剪刀石头布，剪刀石头布，哈哈哈！赢得人到吗？对，赢得人到。好，感恩你给我机会，吼吼。来，我们在实际的团体啊，考试都抢着做哈。真的啊，我有做这个，奇怪这个。所以要把握机会来。不同了吗？怎么是同了？跟比东西比起来这么少。那可能这个踩的比较扁吧，还是？你觉得还有什么原因？袋子的关系啊，太大了。哦，有可能。对，好，好，那我们准备去爸爸那里了。好，哦，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的成果。我想我们就是在圆师兄的爱，圆满他这一个愿。那我们，以后也许我也是会在这一块里面，会更用心的再付出，啊，大概就是这样。那我觉得说，都很爱爸爸，那我们也一起哈，我们两个一起来，啊，就是把爸爸的这个爱延伸，啊，去扩展啊，去做环保。那也让豆豆可以有机会活动筋骨，然后也了解说哈啊，真的是环保的重要啊。其实很多东西都是要身体力行，你去做了，你才会有所体会。所以我今天真的很高兴说哈啊，豆豆愿意跟我来。就是前头爸爸都在帮他做，就几乎都是爸爸在帮他做，他什么都不用做。然后爸爸常常会骂他，因为爸爸比较收拾啊，比较那个就是比较急嘛。然后妈妈就是慢慢来，然后爸爸就会常常骂妈妈说什么啊什么什么，就是一直就是会笑他这样，应该也不是很笑，就是这样子。然后可是现在妈妈爸爸这样，他就比较。就是比较，就是什么事情都自己。
自己做啊。其实这个叫大智若愚，因为呢，不要两者强者出头。每次都讲，根本就不是。对啊，我都跟爸爸说，我叫这个叫做大智若愚，因为有你做就够了哈，不用我再分心。然后我就把这个心放在我的学生上面，放在那个慈济上面。其实小孩子看的面跟我们是。他很纯啊，很真，看到的就是很真实的那种感觉。你是不是希望我们都做环保，对不对？我们要一起做环保。那豆豆很孝顺呢，他知道这个是爸爸的心愿哦。今天第一次去哦，真的哦，你有没有高兴？嗯，他不想理你，爸爸，爸爸，好了，好，你麻烦你把爸爸这样，我帮他擦一下。爸，你怎么没有睡觉？爸爸昨天晚上应该睡得很好哈，我帮他擦一下。嘿，得到了。哇，爸爸在跟你打招呼哦。我走。你的指甲都没剪呢，很痛哎。可以等起来。哎，是妈妈你来啊，我快快点，你来呢？好不好？哦，那你在害羞什么？嗯，我哪喝汤？害羞得了。那么紧张，那时候想着紧张，我只要在外面运动吧。爸爸，你都不笑，下一个，下一个，咦，嗯，你要笑，你要笑，这样比较好看。关键是维持行动力的关键。你要带路啊！能量脑，我们一般。这是你那个这个拨开，它有时候就不动。今天那个没有连接到。好，好，要过来。来，我们再往这边。好 ，OK。爸爸，我们要来念佛做早课哦。哦，要精进哦。哦。哎。哦。你再擦干净，对不对？哦，你很恭敬佛法圣三宝哈、哦。啊，擦干净了，来，我们看这个字：药师琉璃光如来本愿功德经。很棒棒。不是我，我是佛陀，我要度过这个。让我们一起都会众。为众生生生世世在菩提中，让我们一起来早日身心自在放下，大家都来成为菩提眷属的不退转心，鼓励天下的苍生啊，尽我们的力量，我们的慧命永存，早日离苦得乐。走呀，好，走，走，走。你要跟我写字吗？你在写什么？写要我勇敢哦。哦，写独立、勇敢、坚强，对不对？有，我现在都做到了哦。你也要跟我一样哦，独立、勇敢、坚强哦。你送我的六字真言哦，我现在都拿起来用。你听听是谁的哭声？
谁的孤单？多多小时候哈，多多的哭声哦。多多小时候晚上哈，你还记不记得？他晚上都不睡觉哈，然后，我们两个人就轮流照顾他，哈。我照顾上半场，你照顾下半场，对不对？嗯，鼓励宝宝就是他，就是不要让妈妈太辛苦，对啊。然后希望他可以就是好起来，当然是好起来，可是感觉是不太可能，所以还是希望他就是不要太让妈妈太就是很辛苦。妈妈每天都是早中晚都要来。很辛苦的，这样。他都拿那个笔，就吹他的。不是像羊会怎么样？用力吹羊会怎么样吗？痛吗？对的。我没有跟他那不是。还有没有？我和你的队友，我会不会在你旁边陪你跑步？跑跑跑，向前跑，我们一起跑跑步。吃素嘛，妈妈炒的，他应该吃十几年，他都习惯了。对啊，应该可以吧？嗯 ，OK 了。好，那我要加盐喽。哦，好。其实这一路以来，真的也很感恩啊，我的家人，还有兄弟姐妹，还有亲朋好友，还有慈济的师兄师姐，像。我们刚回来的时候，因为每一天几乎都在医院嘛，那很晚才回来，所以我都很感谢宝琴啊，还有守珍啊，还有素月啊，好，他们都真的是喂饱我的胃，那也温暖了我的心。还有我们的慧珍师姐啊，还有慧玲啊，还有秋香师姐，他们就是不断的到现在都是一直不断给我鼓励，然后不断给我关怀啊，一直陪伴我。这个只能三个八周了，四个以上的不过它太小了，你自己看。姐姐说她那个什么大的情，是会就是有时候想到会很难过啦，可是就没有办法，都已经发生了，就算你再怎么难过也是没有办法改变事情，所以就快。妈妈常讲的一句话就是说，你要快乐过每一天，或是伤心过一天，是自己觉得选择啊，对啊。这是什么？你摸摸看，这是什么？这是玻璃没错，可是这一个嘞，里面嘞。对，啊，你怎么办？怎么办？这个是塑胶啊，然后这个嘞，塑胶。这里面，以后这个如果有东西，要把它清出来哦，哈。对啊，这样才不会让别人再一次清理的麻烦，好。让他让那个收的人可以赶快，我用掉这个袋子。
到上面去。他举类的嘞？举类的。好。好，谢谢。好，谢谢你啊！我去爸爸那里了。好。以前都是爸爸了，爸爸分类，现在就是我交棒给他一起，嘿，一起做的，以后就自己一个人做。苏醉讲，拄开始伊无法度接受先生破病，每一工拢真伤心、真惊吓。好佳哉，有苏兄苏醉鼓励，也佫有查某囝陪伴，互伊选择甲烦恼放下，用感恩的心情去帮助别人。因为伊感觉安尼付出，就是对先生上好的祝福哦。草根菩提真感恩大家今仔日的收看，我们下次见。比较感动的就是有时候像我们今天这么早起，有时候五点多我们就有活动，可是他还是会起来帮我打理，然后帮我扣扣子。那现在应该是一个最美好的回忆，我会把它永远放在心里面。抹上去，师兄他这几次来真的哦，就是我觉得他的心跟我是相应的，就是很乖。像我昨天下午就跟他说，我晚上不能来，那明天早上我们要去成果展哦，那你要像之前一样哦，这么样的平安，然后在这里安静的念佛啊，那我就会放心。我每一次出门就是会这样子跟他做一个互动。就是那个